90年代 VHS 录像机播放录像带，看一下，播放。今天我们一起唱卡拉 OK 吧，一边学习使用方法，一边练习吧。好啊。首先将捆在一起的两只麦克风插入录像机的插孔。这是松下的。然后将录像机上卡拉 OK 开关开至一或二，对着麦克风说话试试效果。麦克风旋钮和回声旋钮都可以自由调节。你随便说点什么吧。好啊。哎，刚才那个啥意思啊？我把它倒过来重新观看一下，就用到这个东西了。倒带机功能，哟，到头了，还挺快，往前进点。OK， 暂停，可以拿出来了。OK， 重新看一遍，播放。呀，好像倒过了。OK。